家好，我是小霞，又到了一年一度腾讯大赦黑企鹅奖的盘点时刻。要说这个黑企鹅奖啊，最大的特点就是黑呗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是专业的高端黑。所以啊，友情提醒一句，本视频官方不推荐上班时间观看，因为白天不懂我的黑。第一个上榜的就是《大闹天竺》这部电影，作为宝宝王宝强的导演处女作，开启了中国烂片卖惨营销然后逆袭的先河。王宝强，我们的宝宝，舍小家为大家，带着个人情感上的巨大创伤，收割了一波海量的票房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成全自己恶心他人的含义。谁告诉我说钱买不来幸福？7亿的票房，王宝强现在要多幸福就有多幸福。不过就是有点小疑问，为啥我花钱去电影院买来的却是痛苦呢？因为钱不够多呗。我呸，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第二个要黑的，黑啥黑啊，要说的是欢乐喜剧人。这部电影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相声界演员不辞辛劳，跨界兼职，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，从而带动中国传统曲艺文化传承的精神。电影虽然烂得辣眼睛，但请千万别再说咱们郭德纲老师没底线了。你想想，这有钱鬼都能推磨呀，面对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，是你推不推，你赚得比谁都快呀。所以你看郭德纲老师拍了这么多烂片，还不是继续在影视圈转转转转转，不停地转。我退钱给你们行不行啊？你有 POS 机吗？第三部上榜的是《抢红》，黎明我就不说了，毕竟四大天王里现在混得最惨的就是他了。小霞，我实在不忍心落井下石，但张涵予这里还是要点名批评。今年韩宇叔挑片的眼光太差了，一部《抢红》，一部《追捕》，都是让人欣赏无能的不及格作品。《抢红》的烂是烂到骨子里啊，哪怕德艺双馨的苍井空苍老师都没能抢救成功啊。我为了什么呀？不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吗？第四个出现在名单的是李雷和韩梅梅。这部打着80后情怀牌的电影，说实话没有那么不堪，在一大堆无痛人流的国产青春片中，甚至有些清新脱俗。俗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些电影都是不禁夸，还没清新3秒钟，整部电影就在最后的广告植入中彻底俗到家了。就这么说吧，小霞，我看电影这么多年，这么硬的广告植入，我也是一个大写的福。对呀，这是浦发梦卡私人定制的呢，真有创意。我要剁了你！不要剁了你！第五部要登场的是《清河南高》。这部电影啊，看到女主角，我们就应该露出一抹心领神会的微笑。没错，什么漫画风，什么抗日神剧，在世界第八大奇迹景甜面前都不重要。第六部扑面而来的是《鲛珠传》。对于很多九州粉来说，又叫脚珠传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看完之后后悔的想把眼珠子挖出来搅碎里。好野蛮。第七部是风月俏佳人，这部小岳岳领衔的电影烂得我无从下嘴，只好和大家掰扯一下他奇葩的电影名字《风月俏佳人》。你要是没有搜狗智能拼音输入法，敲上一天都未必能拼对呀、啊！这几个字是哪个哪儿啊？以后各位看到电影片名，凡是用谐音和错别字故意来卖萌的，哈，都是烂片。第八个要说到的就是《京城81号2》。要说二吧，我觉得买票去看了这部电影的人出来都掐自己大腿呀，我怎么就这么二啊。以前形容一个人勇敢，那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现在换了，现在叫明知电影没有鬼偏要去看国产鬼片。最后电影里也说了，我们吸入了地窖里面药物所生的沼气而生的幻觉。得，都说是沼气了，那这电影不是个屁还能是啥。第九部隆重介绍一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这部就厉害了，电影还没上映，话题倒是从年头持续到年尾。别看电影整得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，跟那个东北小媳妇穿的花袄子似的，三生三世在电影之外的炒作更是五花八门。别的不说了，就是心疼刘亦菲呀，以前《倩女幽魂》是妖精，《三生三世》里是狐狸精，后来又演了二代妖精。我说妹子呀，咱能好好演一回人类吗？第十部您开眼了，压轴的《降魔传》来了。什么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，这就是王晶的《追龙》就是希望，而他的《降魔传》就是失望中的失望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失望争霸中的翘楚。
作为观众，看到这种五毛特效一毛剧情的垃圾会是什么感想？就好像你儿子期中考试拿了个100分，结果期末成绩单一个大写的0蛋，然后你会开始怀疑人生，这期中考试该不会是他抄的吧。本次入围黑企鹅的影帝呢，基本在岳云鹏、杨洋、王宝强这三个人中间没跑的。杨洋，这个我说导演啊，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！流量的小鲜肉啊，咱也别往死里黑了。他们粉丝啊，咱小剧组也得罪不起。一年只赖一部剧啊，已经很克制了。啊、贾跃跃就不一样了，这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电影里烂片界的标兵，奇葩片里的楷模啊，辣眼睛里的杰出青年。他用他自己这副中西医结合疗效好的造型说一句：“什么鬼？你们这演的都是什么鬼？”至于王宝强啊，小霞也就不在人家伤口上撒盐了。大闹天竺这部印度拍出来的神片活该了，但愿他可以在纽约第五大街上找回尊严。至于影后刘亦菲、景甜、张天爱也是各有千秋。刘亦菲啊，这个好导演啊，你看咱们一个视频里怼那么多明星不合适是吧？这个啊，看在神仙姐姐长得好看的面子上。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再接再厉啊！这个刘亦菲这条过。至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的景甜啊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它是一个奇迹，奇迹真的是个奇迹啊！奇迹我们就不评论了，是不是？瞻仰啊就可以了嘛。最后说说张天爱吧，除了父子雄兵张天爱酱油了一回啊，在《鲛珠传》和《妖猫传》里，其实无论是造型还是舞蹈都让人惊艳。不去演《芳华》真的是可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黑企鹅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明年不见不散。以上榜单仅代表小霞个人观点，有任何意见，请大家出门左转啊！哎，走错了，左转啊，右转那洗手间。